want it. What do you guys got?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就很简单现实的例子啊。你洗停车是五六年的，四个月没有事，对吧？有二十遍封顶，对吧？有三个封顶。但是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把它停在洗车房，二十块钱，我停两天就行，哎，就是不好意思，我这车拉个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停在卫生了，车也洗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件双料，这叫认知，那天花板，那格局，对不对？ 你省钱省的，从哪来嘎屁的？妈，前一阵子就为俺一个月嘛，过来5万块，他他妈嘎屁的，妈找人找市政，找还搞交警，他不给我，家人不给我，要找人我给他吗？对不对？肇事逃逸他妈的保险报不了。 这酒驾呢？你酒驾你报不了，自己贴钱。我那朋友碰到这个呀，酒驾送人，他腿也断了呢。当地都降解，也都是主任，妈，好多年，有十几年，人家十几年买一辆车，也两千块，也2万多，十几年不到钱，二十多万。现在这个出河路去主任嘛。 110。跟你讨价，你们之前就过去，现在容易点。是的。因为这200块给你，这多少钱？那是你的认知问题，是吧？对。是不会讲话，就不要说话，跟那个大姐呢，哇哇哇哇，一讨债还债了，哇哇哇哇啦，讲了一大堆听不懂，讲了问题。什么性格上跟他，这一般都谁是掌柜，谁管事。